正是春运前的最后一天，被这个人流震惊到了，人非常非常的多。登机前往长沙，那我们长沙见吧。来长沙快闪怎么能少了点嗦粉？你看这天气非常典型的冬天的长沙的天气，天气非常不好，但确实现在还是上午的，咱们一定来嗦完粉吧。这个辣椒我是没敢放太多呀，实在是怕明天不舒服。那接下来下一站我们要去哪儿呢？就是今天的重头戏，今天我来干的正事——贺龙体育场。走吧。不到四年前，我在这里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看了一场比赛。今天这天儿真受不了，一会儿一阵的小雨。那拍完贺龙体育场这个小片之后，剩下就是自由时间了，茶颜悦色，走起。热饮的话就不帮你套杯套，可以端着上，像手的热饮。这个是茶颜和三顿半的这个联名的店，所以我要了一杯幽兰拿铁。嗯，应该吃了一个蛋糕似的。这就是今天的最后一站，超级文和友，这都已经顶到嗓子眼了。谢谢。好吧，还可以，晚了。主要还是因为我不吃虾嘛，所以就点了一些这些东西，还 OK 吗？还，来先来臭豆腐。大白纸这设计挺有意思。我现在在湘江的沿岸闲逛，刚从超级文和友出来，在文和友里头拿着一杯茶颜悦色，好像是标配啊。这就是在长沙的快闪，从早上不到11点从机场出来到现在大概5点多，6点钟天黑，6个多小时，在长沙的一个快闪，也是好长时间没出北京了，然后借着春节前的最后的时候出来转转。长沙跟我几年前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，当时我记得各处都在修地铁，现在长沙确实比那个时候要漂亮，要宜居很多了。那就是这样，咱们辛丑牛年再见。